你这两天敢有动过这个本？无啊，是红客桌顶哪会当有白叮当啊？可能是摒扫阿桑无细腻，甲叮当着。无紧啊，我会叫伊注意，你甲刷入转去就好。想袂到，这个包看起来墩墩，竟然尴尬。哎，你老火啊呢？这无像啦。你看，这一集那会变成金光厝啊？丽萍姐啊，啊你之前跟我讲，我若想找阮爸什么物件，爱马上通知你。我想应该就是这啊。啊，你看了安怎啊？想袂到好地址，要结婚会变成金公主。恁敢确实有看到伊的变化？当然嘛有看诶，你都唔知影，伊当时哦，阮这烟头仔伊的血哦，那滴落尔，这个包都开始发光啊。迄当阵哦，会当讲是哦，水气前头金光闪闪啦，还袂输咧变魔术咧。阮三个人哦，鬼拢硬气，一句话拢讲袂出。而且哦，上加神奇的是。啊！这个玻璃边吼看起来墩墩，你看，竟然把我的手挂受伤啦！哦，人讲吼，事出反常必有妖啦。若不是有魂斗咧拜鬼爷的，我爸便惊到走起味起来啦。我走起味起来，这查甫囝呢，打是要哪会用的？要安怎出去外口跟人走跳？爸，跟人走跳是无问题，对性命嘛不要紧。要唔过，若是讲无神啊？我等存钱，你袂惊啊？相公，我会惊人。人恁爸我就是有当时小可淡薄爱哭尔，我唔熟啦。哎呦，恁爸计点点啦，听丽萍姐安怎讲啦？坦白讲，这发起伊会选择狠心。一定有伊的道理个，小姐，恁感觉也个？之前我捌甲恁讲过，只要主家、干家这两家人有人违反三做立天立行，恁总家就会出现这财这来这财。我想这个发起的狠心，就是这個意思。要唔过，恁主家甲干家拢是风水世家，啊，阮总家。就干那武术甲相拍尔，就是讲带天兵，我嘛唔知影要创啥，就是讲知啊，我嘛唔参像恁共款会晓做法啦。不不，等，咱一项一项摸清楚，到底是啥物人要违规三做。丽萍姐，代先恁主角就敢剩你一个，你绝对无可能假骗伊嘛。啊，第二个尴尬，你之前个江道成，这老妖怪毋是古姓，伫江中人身躯顶。啊！不过即摆工厂人变做菜头人啊，伊也袂当做歹啊。啊，既然无人违反三做，但这时阵这金公厝走出来，到底想要做？
当然是要赞扬父母啊。甲来当讲，这个人已经出现啊，啊，不过咱还未发现这个人是啥。啊，敢会是江超强？毕竟伊早知影这款妖术啦，啊，若讲伊暗中偷练几啊十年，嘛是有可能的啊。我这囡仔是咧乌白讲啥？人江超强是社家的子孙呢，真正搁起来迄个江道生，当作是迄转型术的工具，已经有够可怜啦。伊即马搁为着进前做的歹代志，去人关咧监狱内底，哪有可能出来为非三族啦？是啦，即阵啊，我甲晴天嘛有去看超强，伊确实有真心咧悔改啊。啊，若是讲超强甲江道生这两个人，因的个性是完全无同款的。超强这囡仔个性就较冲动、较倔强，唔对。啊，不过江道生，唔那卑鄙，佮无耻，干巧佮幼稚，所以因两个人讲是天差甲地。我相信阮超强，伊绝对无可能会做出甲江道生同款的代。阿姨，是的啦，我唔是着讲要讲超强的歹话，我只是真正想无，即个话啥你有白讲，你千万唔好计较呢。袂啦，你安尼想，我会当理解。毕竟这囡仔过去，都确实是惊骗去，有做唔着代志啊。阿哥将军，拄仔你讲迄句话，我就认同的，就是。输出反常必有妖，我想这应该是张奎爷在给咱提醒。在拄啊，因打电话跟我联络的时阵，我就紧甲阮爸日子找出来。啊，这日子内底跟我写啥，跟这有关系啊？我，啥？这日子有诶，金光处。金光处就是这台架咧斩妖伏魔专门用的法器。这真正一模一样呢。这个法器会选到伫咧这时阵现身，就表示还佫有啥物歪道还袂拄清去，而且是法器选人，毋是人选法器。所以李平姐啊，这下意思是，这法器已经选定制裁者，啊是啥？既然是将军的话，去北条五帝寺法器才现身，安就代表已经选将军成为制裁者。我是这才家，那你我要从啥？金光处是斩妖伏魔法器，伊本身都有孙杨的料，所以相对这才家意志一定要足坚定，爱有法度克服障碍，更加爱有大智慧，有法度放弃个人的欲望，才有法度替天行道。啊，那无，要哪有法器？还是不容易。顾里人有崩，什么是顾里人有崩啊？就是爱放弃世俗的贪嗔痴，六根清净，清心寡欲。哈，我都知，六根清净。清心寡欲，安尼就等于是我出家。阿姨，我甲子彤拢要结婚安尼。啊，这才只根本都换作是我哈、啊。阮将军甲子彤，伊是度过偌济生死关头，啊，到即马才开始顺利尔呢。
对不？不，咱两个嘛，就我刚才有情人重新观赏的。你即马画册就册，画风景就风景，我变哪？你讲的要怎负责呢？你讲人到底是要负责啥啦？你无听到咱后生要出家呢？你干嘛还牺牲伊的幸福？你去讲到啥都错，安尼错，安尼错啦！我有听，我有听的啦。我当然无可能封建一世人做乱家啊！啊，不是你唔敢话啥？那我是我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你拢卖冤啊啦！我都有讲啊，是法器选人，唔是人选法器。既然金光处已经选到将军啊，恁哥安那钱，佮安那我嘛无路用。我这缘投囝，竟然为着要替天行道，都爱提一个查甫人。上届强上届面的时阵，就爱出家哦、喔。这卖讲对梓潼袂得过了，对咱的祖先嘛无做交代啊。你想着讲，如果咱两个以后就爱绝交啊？哎，林姐，啊唔对啊！啊，阮爸是哪能结婚，啊，佫会当生我这个查某囝？啊，阮将军都爱出家，这无道理啊！我是照阮爸的日记写讲的啦。当时乌册有封印起来，写书有受到压制。啊，不过冥冥中自有天律业力在牵引的。既然这法器拢由我来会出现啦，我们重新嘛无法度啊。老实讲，我愿意放弃一切去替天行道，要唔该我放弃梓潼，我了解，我当然嘛了解你甲梓潼的感情，梓潼嘛是我的外甥女啊，我嘛真唔甘。所以，将军，即嘛就爱看你啊。看你是要选择接受天命替天行道，还是要选择你终身的个人幸福，你家己决定。我唔知唔忙偌久，才唔忙到梓潼这个完美的新妇呢，都敢差结婚登记尔，结果呢？咱后生将军煞要出家，才会当完成伊的使命，我哪有可能袂烦恼啦？我即摆敢想着，拄仔吼，咱迄一大囝听到要出家，安尼规面青顺顺，我心肝内面我唔甘的，我真正考虑着过去哦，我退出家就好。咱将军即摆唔知要安怎才好啊！伊若是顺天命去做个制裁者，伊就会对不起梓潼，啊！伊若是辜负梓潼，啊，就会对不起众生。哎呦，伊咱后生的个性吼，一定会排在罪恶感，排一世人啦。就是讲的，哎，你啊，好，我处理啦。啊！你就跟梓潼好好交代，哈！这么紧就要跟梓潼讲啊？将军啊，妈妈跟你讲吼，喂，那个，喂，喂，免喂，免喂，免喂，已经挂掉了。哎呦，啊，谁啊？赶紧去要跟梓潼讲啦！啊，上门嘛，跟咱两个参详一下啊！嘿，嘿，唔呐，关系到因两个人的未来，嘿，咱将军嘛是咱蒋家，啊，佮王家唯一的血脉呢！哎呦！你们卖怪伊，老伊即摆心情哦，绝对比咱两个搁较沉重。